啊！前方发生什么事了？一个大冰块，让我来把它砸开。哎，原来是数字五，数字五像什么？像一只海马。哈哈。数字五应该放在哪里呢？数字五应该装在这里。耶耶！哈哈。小朋友们，看，我们有大炮。3、2、1，开炮！哎呀，耶！哈哈！你们看，原来是数字四。数字四像什么呢？像一面旗帜。我们去把它拿过来。我们把它装在车上。数字四装在这里。原来是不二在搞鬼。哼，我要让它好看。这下不二就消停了。嗯，这样大的冰块要怎样打开呢？石头，有了，我们用石头把冰块砸开。原来是数字三。数字三像什么呢？它像我们的耳朵。我们把它搬到车上。数字三要放在哪里呢？应该装在这里。耶，嘿嘿，任务完成了，我该回家喽。